这是我刮了856次胡子总结出的答案。刮完胡子留有小黑点怎么也去不掉。多少男人不知道剃须刀有四买四不买。首先不要买这种手动容易刮伤胡子的，要买这种一键启动快速剃须的。第二，不要买这种功率小的，要买这种超高功率马达，一刮就是一条干净的小赛道。第三，不要买这种塑料感容易藏灰的，要买这种用完放水里能自动清洗的。第四，不要买这种笨重不方便携带的，要买这种和耳机盒一样大小的方便携带。这是1:1的德国工艺迷你剃须刀，它采用马氏金刚刀头，超高功率马达，刮完胡子小黑点都不会留下，别说是剃须了，理发都没有问题。胡子长得快的男人用了，脸比你老婆还干净。最关键的是超长续航，充一次电轻松使用60天。接下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今天不到一个包子钱就能买到它，我们是真正的厂家直销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即可下单。给男生推荐一款适合每天携带的剃须刀，恩氏剃须刀，全合金电镀银色配色，大部分男生看到了都无法拒绝。德国金刚刀头，越用越锋利，久用无钝感，双环立体浮动刀网，可以更好的贴合面部，一键拆卸清洗刀头不脏手。耳机大小的体积，充电1小时，省心2个月，出差旅行是真的方便。这么高颜值又实用，推荐给你们。